六十四经，小心火烛。十四经，小心火烛。丑时四经，小心火烛。丑时四经，小心火烛。福王，福王。约莫四更天的时候，福王殿下的侍妾张氏惊觉殿下有意，事关重大，不得已夜班扰了院判大人的清修，还望院判大人见谅。哦，太妃娘娘与我邱家有无上恩德，我便是拼了这一身医术，也要救福王周全。啊，京城中谁人不知道邱大人出身杏林世家，祖上五代行医，您的医术，太妃娘。福王殿下，红墨了。福王殿下，院判大人，福王殿下自卧病以来，都是您诊脉开方，主持医治啊。这为何还突然红墨了呢？钟如。愧对福王殿下，愧对太妃娘娘啊！福王殿下，起初福王殿下只是谢症，病势凶险，上吐下泻，院判大人几副药便给调理好了。之后皇上驾崩，福王殿下顾念手足情深，忧思过度，神志恍惚，一直都是按您的药方服药啊。邱某无能，医术不精，如墨仙人呐、啊！院判大人，今儿个您怕是离不得福王府了。这是为何？来人！拿下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放开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肆！周瑞生，我乃堂堂正四品院判，你有何权利囚禁我？这是太妃娘娘的旨意，
还希望院判大人息怒。你带走。你秋高冤枉啊！放开我！秋高冤枉啊！父皇殿下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，人下老奴不管呐、啊！父王殿下。王爷，九泉之下孤苦，漫漫黄泉路，也得有个伴儿，不是？大管家饶命！大管家饶命！大管家，大管家！来人，赐三尺白绫。大管家饶命！大管家饶命！大管家！大管家！很好，今日我手下留情，让你们在我手上过了三招。费雪大人，您这还叫手下留情啊？围攻的时候不要一味斗狠，要注意相互配合。如果你在第二招的时候没有强上，而是把空档留给使短刀的同伴，或许还能多走几招。这要是实战，你这条胳膊可就保不住了。属下明白了，多谢费雪大人赐教。多谢费雪大人赐教。大人，昨夜福王昏没了。大人，皇上驾崩没几日，怎的福王殿下也去了？皇上无子嗣，眼下内阁为了立谁为新帝，正打得不可开交。福王当年乃是先帝最疼爱的儿子，可惜福王年幼，加之母妃势力单薄，斗不过张皇后，便立了皇上为太子。眼下不少朝廷重臣力挺福王继位呢。可惜啊，可惜福王这一去，先帝这一脉便后继无人了。这么说，福王薨逝有蹊跷。带刀去三司衙门。
不知两位大人来我福王府有何贵干？大管家，六扇门奉命前来验查福王死因。福王殿下已经入关，你们要如何查验？开棺验尸。放肆！福王府邸谁敢造次？太妃娘娘要是怪罪下来，你们六扇门该如何交代？还请大管家行个方便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谁给你们六扇门这么大权力，敢动福王殿下的棺木开棺验尸？都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快护住福王殿下的棺木！我们誓死护卫福王殿下的周全，不能让人欺负我们说福王府无主无能。都放心，自有太妃娘娘为我们做主。你六扇门想要开棺验尸，除非把我们福王府上上下下杀个干净，我看谁敢动棺木！是。父王殿下，父王殿下，父王殿下，让老奴跟你一同去吧。父王殿下，我不想看着你蒙受奇耻大辱啊！正道，郑公公定是替太妃娘娘为我们做主的。传太妃娘娘懿旨。准梅胜雪、林若寒开棺验尸，查明福王殿下死因。郑公公有劳了。六扇门，铭记在心。咱家不过是个传话的，还盼飞雪大人、林公子多多体恤太妃娘娘的丧子之痛，还望早日查明真相啊。还请。太妃娘娘放心。验尸，很快就会还爹爹清白。首府大人，王府出事后，孩儿便去求太妃娘娘，太妃娘娘不便走动，便应了首府大人出面。太医院院判邱仲如几乎日日来福王府诊脉，若福王真是中毒身亡，那邱仲如定有不可开脱的责任。七窍未有血迹渗出，应该可以排除中毒。
将福王殿下生前所用一应食物、药材、器具，全部带回三司衙门审查，不得违令。是。敢问二位大人，可查验出什么结果？哼，大管家放心，六扇门定会给福王殿下、给太妃娘娘一个公道。把他也带走。哎，凭什么抓我？哎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哎，放开我！放开！凭什么抓我呀？哎，不要抓我呀！哎，你们抓我干什么呀？凭什么抓我呀？哎呀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福王刚刚昏没，六扇门算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个看门狗！你们这帮狗奴才，狗眼看人低呀！放我出去！来个奴才呀！喊什么喊？给我滚起来！啊！哎哎，别别别，放我出去！你们真是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此番探查可有发现？有。虽然福王耳鼻未曾渗血，皮肤也未见黑斑，但是口中银牌略有变色，这说明福王生前定长期服用了有毒之物。福王生前所用膳食器皿并无异常，丝毫没有被用过毒的痕迹。用毒之人自是心思缜密，断不会在这些可查之物上留下蛛丝马迹。那这个人定是福王贴身之人，否则不可能将毒用得如此密不透风。若不是贴身之人，那福王殿下也不会轻易被其所害。可是福王尚未册立王妃，身边仅有几名侍妾，一直贴身服侍的张氏在福王昏逝之后就已经上吊殉葬了。福王一直缠绵病榻，药方都是太医院院判邱仲儒所开。福王昏逝当晚，王府大管家周瑞生就命府兵将邱仲儒拿住下狱了。难道是邱仲儒的药方出了问题？这是药方。这药方我看过，确实对症下药。福王的泻症凶猛，邱仲儒用药很仔细，既对症又不伤身，实不辱邱家杏林世家的名头。周瑞生擒邱仲儒定是有其他目的，他现在何处？被我带回三司衙门了，现被软禁在审讯室。干得好，去会会这位大管家。是是。二位大人，带回来审讯而已，为何将他封了嘴？大人有所不知，这四次关进来，口中一直不停骂骂咧咧，言语中更有侮辱咱们六扇门之词，难听之极。属下们无奈，才将他封了嘴。来人。在，给周大管家松绑。狗奴才，有本事别给我松绑啊！狗奴才，欺负我福王府无人是吧？敢如此羞辱我，明日太妃娘娘定要你们好看！让大管家受苦了。有些事情，还请大管家与我实言相告。给大管家上茶。是。大管家，请吧。Thank you.
大管家请喝茶。哼，敢问大管家，为何下令捉拿邱院判？邱仲如医术不精，枉为太医院院判，非但没有将王爷的病治好，反而让王爷丢了性命，我当然要拿他问罪了。那请问大管家，邱院判有什么理由杀害福王吗？那你们去审邱仲如啊，怎么问起我来了？周瑞生，经查验，福王乃是慢性中毒致死，你最好将你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。定是邱仲如之死，在福王药中下毒。我看了邱院判开的方子，对症下药，并无问题。方子，方子是要进太医院存档的，人人可查之验之。邱仲如岂会在方子上给你们留下什么把柄？大管家喝口茶水，尽管把话说清楚。方子没有把柄，那什么有把柄？传说中的六扇门飞雪大人，查案的功夫不过如此。看来得请大管家在六扇门长长见识。这家伙不老实，先关起来，杀杀他的锐气。来人！你们干嘛要抓我呀？你们应该审问邱仲如他们用药啊！对，药出问题，一定是药出问题了。查药去，是药出问题了。你们应该去查药啊！去查药！去查药！药出问题了。法师超度完毕，福王殿下已登西方极乐，请娘娘节哀。有劳静玄师太了。阿弥陀佛。这本经书还请公公代为转教，太妃娘娘她若能每日早晚诵读，一定可以净身养性，大有裨益。多谢师太。六扇门梅胜雪，见过院判大人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六扇门飞雪大人？正是。邱某这厢有礼了，大人不必多礼。在下深夜前来，想必大人知道所为何事。邱某断不能陷害福王殿下，还请飞雪大人明察。院判大人给福王殿下开的药方并无偏差，福王素日所用器皿膳食也无异常。大人日日为福王诊脉，在下想请大人仔细想想，有无异常之时。另外，福王除了进膳服药，还有没有其他入口之物？福王自幼体弱多病，正因为此，太妃娘娘才求先帝留福王在京中看病，并钦点老夫问诊。福王脉象一向不稳，血症凶猛时更是细若游丝，肝阳不足。除了日常用膳和服药，每日晨起有服用醋泡白浆的习惯。可我们搜查时并没有发现醋泡白浆啊。
陈琦空腹进服白浆，再加上汤药中的白浆，如果有人在白浆上做手脚，那毒素势必越积越深。嗯，老夫也细细想过，眼下正值大魏之争，福王是炙手可热的继位人选，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方子是要进太医院存档的，人人可查之验之。你们应该审问邱仲如啊，是他的用药，对，药出问题，一定药出问题，查药去，是药出问题了，你们应该查药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地位空悬，于江山无力，于社稷有损，我大明强敌环伺，民心不稳，一国之主已速速选定继位。嗯，现下内阁可有人选？福王骤然轰逝，先帝一脉再无人选，如今内阁之中有人推举恭王。恭王？恭王乃先帝亲侄，分封在统领，势力遍及中都府。福王之死，六扇门查得如何？福王死于非命，乃长期下毒所致。首府大人，瞧如今这形势，下官是要派人到统领走一趟了。白浆乃宫中贡品，江中之王。我记得您的药方上也有一味白浆，是否同为这铜陵白浆？周瑞生，眉心中的是透骨钉，钉上淬了毒，死得很快。恭王动作还真快。恭王世代驻扎统领，势力强大，背景复杂。你二人此番前往，只能暗访，定要多加小心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是是。
前面还有多少人？受何人指使？是孤王。蛇下藏有毒药，看来这位恭王殿下来者不善呢。你我才是来者。玉，二位大人，里边请。请。二位大人，旅途辛苦。要两间上房。大人，本馆天字号上房已经被占满了。只能辛苦二位大人住在弟子号了。什么人把天子号占了？啊，是铜陵运送贡品的官差。铜陵白江，二位大人也知道我们铜陵白江，此乃我铜陵一宝啊！哎呀，多亏了恭王殿下大力扶持，使得江农年年好收成，药店岁岁发大财呀！恭王殿下还管这事儿？那是。恭王殿下处处体恤民情，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儿啊，恭王殿下那是尽心尽力啊。恭王殿下的美名我们在京中也略有耳闻，今日听驿站大哥说起，果然是一代贤王。可不是，你只要在铜陵地界提起恭王殿下，那是人人都竖大拇指啊。贡品现在何处？啊，凡是进驿站过夜的物品都在天字号仓库里。二位，请。二位，请。二位大人，这边请。二位大人，一定是想见识一下我们铜陵白江吧？等你们明日到了县城啊，每一家药店都能买到。不过，要说成色最好的，当属滋宝斋。这滋宝斋呀，可是贡品的供货商。那是我们铜陵的头一份儿。二位大人，这边请。二位大人，小心楼梯啊。这说起这滋宝斋呀，听说是恭王自己的产业。行。我去喂马。
池州的灾民是越来越多了，没办法，池州水灾泛滥，百姓颗粒无收，只得举家出来讨荒。二位面生的紧，是头一回来我紫宝斋吧？嗯，请问您二位是抓药还是问诊？抓药怎么说？问诊又找谁？抓药我就可以，不过得有药方，还得请我家主人先过目，免得出错害了病人。问诊就得请我家主人出来。你小小年纪，说话做事倒是挺有条理。我家主人说了，行医之人做事要稳，说话要准。哼，你家主人还真是有心之人啊。那是，我们要抓点白姜回去配药。那您二位可是来对地方了。要说这铜陵白姜，属我们紫宝斋的最正宗，成色最好。何以见得？二位是打外地来的吧？这铜陵城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紫宝斋那可是贡品供货商，全铜陵最好的白姜啊，都在我们紫宝斋了。伙计，口说无凭，拿来看看。哎，好。二位不必担心，师父。若在这铜陵能找到比我紫宝斋品质更好的白姜，我陆鹤翁双倍奉还。这位便是我家主人。恭王殿下在城东广施恩德，搭粥棚赈济池州灾民，
你忙完这一单，就去把那新腌制的几坛白浆送过去。是。请问您二位要多少白浆？五两。哎，好。大家不要挤啊，一个一个来。行行。慢点啊，人人有份儿。来来来，后边跟上。哎，来，不要挤啊，人人有份儿。来，来下一个。慢点啊。人人有份，人人有份。来，慢点，不要挤。给。来，不要挤，人人有份啊。好吃的酱啊！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来，客官，五两白浆，请拿好。多谢。哎，客官慢走啊。哎，最近这个雄黄。怎么样了？这几批白浆都没有问题，并且与众人所说一致。资宝斋的白浆，成色是最好的。这下毒之人是如何利用这白浆下毒的呢？白浆可有什么相克之物？白浆具有健胃止泻、顺气祛寒、发汗消热的功效。要说相克，无非是些大热之物，同时也不致死。现下只有严密盯着资宝斋了。小四啊，师傅，你带几个人把资宝斋后院收拾出来，供池州的灾民临时居住。妇孺老弱优先，一应衣物膳食着专人打点，不可轻视怠慢。是。小五，哎，我们去把后院打扫一下，走。好嘞。谢谢。坐这儿。怎么了？快看看，是不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怎么了？
还在喝呢吗？是啊。老人家定是饿极了，吃得太快，腹内不适，快速去自保斋。来，分身无分文，没钱买药。老人家，我自保斋的主人在后院备了住处，请池州的父老乡亲临时去避难，不收取分文银钱。来，扶一把，跟我起来。快走，跟我去自保斋。来，慢一点，走，跟我走。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大爷，大爷，你怎么了？马大爷，你怎么了？马大爷，马大爷，马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大爷，大爷，醒一醒啊！马大爷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拦我们的去路？六扇门奉命查。我们都是铜陵运送白浆的差役，并无违法之人。请问这是什么？啊，大人，小人不知，小人不知啊！连人带车全部押入三司衙门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来，扶起来。
紫宝斋的主人真是人面兽心，又独家爱我们，还以为碰到了一个活菩萨，想不到是个活阎罗。就是啊，你看他们死得多惨啊！是啊，他们去砸紫宝斋，让他们杀人偿命。走，大佬，走，杀了他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，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。何以见得？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白浆有毒啊？是京城一位郎中诊断出来的，说是京中府王之死也是因这毒浆的缘故。这位郎中如何模样？现在何处？是位年轻的书生，现下正在城墙下为百姓解毒呢。走，走你奸杀的紫宝斋！请问看到京城来的那位郎中了吗？郎中配药去了，这么多人中毒，一时解药不够啊。怎么样？似是砒霜之毒。正是砒霜之毒。就是这位邱公子救了我们大家。阁下可是邱仲如邱大人的公子？在下邱子峰。邱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皇上无子嗣，按祖制应由皇上亲弟福王继位，可眼下福王薨逝，先帝一脉再无人选，只能从旁支亲王中选拔贤能继位，那便是同龄恭王了。恭王乃皇上堂兄，老恭王是先帝同母亲弟，论血缘亲疏，必是恭王无疑。徐阁老可知恭王乃同名用毒浆害人，且与福王之死逃不了干系，以此时举荐恭王是何居心？福王一案，六扇门尚未有定夺，焦阁王在这里含血喷人，是何居心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样？焦阁老，且慢动怒。恭王确有嫌疑，可别家亲王尚有贤德之人，我们再行商议。啊，好，那我推举宁王。宁王在血缘上虽不及恭王与皇上亲近，但实为一代贤王，当继承大统，别无二选。焦阁老推举宁王。
许阁老推举恭王，那么杨阁老的意思呢？我听大家的啊，听大家的，全凭首府大人定夺。这个是四宝斋捐给恭王周鹏的胭脂白浆。而这些则是福王素日早起服用的醋浆。这醋浆我经令尊提起方知，但未曾在福王府搜得，原来一早便被你窃去。我断不能相信爹爹会害人。我邱家祖上五代悬壶济世，家风祖训世代相传，且太妃娘娘当年有恩于我邱家，父亲怎会干出这样恩将仇报之事？家父被周蕊生下狱的当晚，我便潜入福王府中，将药渣和醋浆窃走查验。那你查到了些什么？这两匹白浆均被人用雄黄熏过，泡在醋中掩盖了雄黄之气味，使人无法察觉。而这被雄黄熏过的白浆内含砒霜，乃是剧毒之物。福王府中的醋浆以及药渣中的白浆毒性倾斜，需长时服用方可致命，且尸体不易查验。而这资宝斋捐给恭王周鹏的熏制白浆则毒性深重，定是用大量雄黄熏制过。最近这个雄黄卖的比白浆还好。是啊，往年端午节都没有卖这么好过。对啊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客官慢坐，慢坐。走。面生的姐，请问您二位是抓药还是问诊？小厮，莫要留情，替恭王殿下处决了他们。
让他们走。这连公子这是怎么了？中了一枚透骨钉。快来，去拿条热毛巾来。好，我去拿药箱。忍着点儿。林公子，小心，钉上有毒。你看这枚透骨钉，眼熟吗？和杀死周瑞生的那枚透骨钉一模一样。周瑞生再三叫嚷，让我们去查一查。最后便被这透骨钉灭了。我们路上遇袭，凶手供出是被公王指使。是公王。我们一进铜陵城，便发生自保斋毒浆残害灾民事件。这奸杀的自保斋暗中在白浆里下毒，害死了我们好几个赤州同乡。加上我在押送贡品的差役包裹中发现了那封密信，桩桩件件指向公王。那这个事情看起来很简单，那就是公王心思歹毒，狠心杀了福王，以便自己继位。没那么简单，证据太过确凿，往往其中有诈。这两天我在铜陵四处打探，这铜陵百姓对公王那可是赞许有。情况如何？宁王正在进京的路上。吏部尚书林怀爱之子林若寒求见恭王殿下。不知道我爹的面子够不够大。恭王殿下定会相见。
林公子，林公子，里边请。嗯，走吧。这次要不是二位大人的鼎力相助，光靠本王的那些小伎俩绝不足以扳倒那些亲王。等本王登基称帝以后，二位大人你们就是首功之臣的。不敢不敢不敢。本王啊，不，朕还要劳烦二位大人在这关键时刻不要出任何的差池啊，日后我必保你们世代荣华。谢陛下，谢陛下。拿下。是。你们什么人？凭什么抓朕？本人太祖令，亲王无诏，不得入京，宗人府走一趟吧。宗府杨和成、焦子方与宁王私相授受，一并带走，押入三司衙门大牢。是。走。参见恭王殿下。林公子，令尊可安好啊？回殿下，家父无恙，谢殿下挂怀。嗯，梅胜雪果然如传说中精明能干，不输男儿。简达知人善用，乃是大明的福气啊。殿下谬赞，实不敢当。梅胜雪至拙至愚，何敢得殿下如此夸赞？殿下品望高清，我等佩服之至。邱公子步入家风，乃信陵圣手，邱仲如有儿如你，当足快慰。恭王殿下大恩大德，当垂范世人。子枫铭记教诲，定当笃定好学，精进医术。起来吧。谢谢殿下。三位有何不解，请说与本王。敢问恭王殿下，资宝斋的小厮。我化名陆鹤翁，经营资宝斋，实想一是为国上贡，二为民解忧。数日前小四经人推荐到我店中，我看他聪明能干，是个人才，便留以重用。没成想他是宁王的暗桩，残害了数名池州灾民，实在罪不可赦。我已命人将他拿下，不日押解入京。唉，本王也有知人不明、用人不察之责。惭愧，惭愧啊。恭王殿下为灾民广施恩德，我等皆看在眼中，铭记于心。殿下乃是被歹人蒙骗，切不可自责。不知京中情形如何？都司大人和首府大人早有安排，请殿下放心。赵大人，
当真擒住了，已押入宗人府。好，好，即刻引新军入京。恭王殿下如此仁厚，乃我大明之幸。只怕朝中自此要改天换地了。无论这天地如何改换，局势如何变化，我六扇门当依律奉法，无视其他。